17号，沙巴下了很长很长的雨哦，从昨天一直下到现在。我们要出去买日常用品，买菜，已经是三天没有出去买食物吃了。四天吗？还是这样？你看 MCO 2.0 第四天，我们要去买菜啦。大家看看，这个时候雨下很大。你看，我们一路下下了，从星期五下到星期星期日，都还是在下雨。人少车。我刚才下车，第二个。粉红色的，可怕哦！沙巴的天气，我们要去买菜咯。神山的完全看不到，就是白白的一片。